杨建南，我一直觉得你很努力、很刻苦，所以我一直都很支持你的梦想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卑鄙，这么不要脸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陈姐是真爱，不要用你那肮脏的心思来想我们。我肮脏？是，是肮脏。 我跟你在一起的这三年的每一天都特别的脏，我没有想到我身边一直住了一个垃圾。说谁是垃圾啊？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她就是个垃圾，而且是垃圾中的战斗机。你再说一遍。老妈，动手打人不太好吧？哎，你是谁啊？啊，还动我的女人？哎呦，你想怎样啊？哎呦，小南，你没事吧？ 你这就是你的眼光。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不重要，打击渣男最重要。我们刚才都听清了，你不就是觉得自己累了，想走个捷径，顺便找个妈，是吧？我们是真爱哟，真爱呢。 你们真爱真是够无敌的，跨越了30年的差距，跨越了贫和富。其实呢，我们对真爱是非常尊重的，只是你这个顺序错了。正常来说，一个人找到了真爱，会和自己的现女友分手，再去和真爱在一起。可你这带着自己的真爱和现女友分手，哼，真是头一次见啊！你们干一边给我管事啊！我要报警！报警？ 你报啊！我刚刚已经把你们动手的视频拍下来了。如果你要报警，也应该是这位女士先。我给你5秒钟时间，立刻向她道歉。对不起，大点声。对不起，陆芬芬，我错了。滚！